阿豹，你刚刚说等一下要跟我讲什么？大哥，阮吼今嘛在煮菜梅汤，厝里若是有剩的菜，拢会当摕来哦。阮两个吼煮好料的，互大家食。哦，你提碗。真济炒安尼无，咱等下就锅碗盘来底。哦，好，挂水啦吼。加拜托哈。阿妈，好食哈，你好呢，谢谢。嗯，你就胖了，你敢没腰？可是爸爸妈妈都还没有回来。你若无想要让目屎滴落来，你当对我安尼做。安尼，安尼目屎就会让你冻伫皮仔内面。真的有用吗？阿杰啊！中了中了中了！阿杰啊，嘿！哎，安娜，你别安娜，什么情形？没事，你们还好吗？我们家真好啦，嘿。喂，怎样？我刚刚忙救灾啦。救公家？救灾啦？救灾？你要救什么灾啦？我去帮忙啊！哎呦，你现在还这边到什么老嘞？今天好专业来就好啦。是去帮忙而已，我又没受伤。好啦。这么大声做什么啦？没事就好。无啦，我唔是跟你大声啦。喂，这都听袂清楚嘞。喂，啊，就是去帮忙而已。好啦，好啦，我知啦。你等等哦。啊。你妈，喂。这样，安娜，你先忙啦，啊。那都，我说不叫。你别讲一天了。不，完了。阿公，你真变老了，你应该快想起我哦，我再坐下来了。吃到白灵汤，鸡骨架，白萝卜，葱。你刚刚说等一下要跟我讲什么？